I wanna go. 酷狗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MyPerson。其实觉得大家因为久等了我们很久嘛，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挺激动的，包括大家一起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，还有我们在录我们自己的新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激动，也特别期待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张好的作品，因为毕竟大家也期待了很久这张专辑。哦，有啊，因为这一次录制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是九人团嘛，所以在 MV 里面呢会有一些小插曲。那其实我觉得大家觉得最熬的应该就是待机，我觉得在扮演的那个是天龙晚上拍那个晚上、最后外景，就最后那个烟一直放不出来，最后那一个刹那，我们还有一个你记不记得哪一个东西？就是我们一起走出来，后面要爆炸一声，然后不要被吓到那个，假装没有被吓到，但实际上被吓到，被吓到了。有没有被吓到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内心是有被吓到的，因为那里面我以为正常人的被吓到都是这样子才被吓到，有两次被吓到，或者砰一下。我是属于那种看十次鬼片，然后只要还要出来过，我还是会中的那一种。我们那个时候大概持续工作是我记得最高的其实是44小时，那个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，大家脑袋也不太清楚，东西开始乱吃，对，乱吃之后大家都变得就是换另外一个人，这样乘以二，乘以二，那个 9% 直接后面就是那种就是这样的，脑袋不太清楚啊。对，记不得我们拍那个 teaser 的时候，然后隔十分钟可能你就会变小猪，因为那个空气是黑的，然后你的鼻孔就会变小猪。哦，那个蛮可怕的。他拍完就用那衣服后面全是黑色。黑色专属。好，来我们先说好不好？这样我们先说，让他们先说。三，我们说。二一。哎呦。让我有种那种感觉像度假的样子，放松的，应该放松。但我觉得这首歌有可能，虽然我们这首歌不是，虽然我们创新者和阿姨当时主打，但我觉得 AOA 不输他们。每一首都是主打歌，好不好？真的离不开，我也是离不开。对，情歌离不开挺好的。我其实最喜欢那个 I'm the Doctor 和那个 Good Thing， 也不错。对，我这两 R&B 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没人喜欢了不起的9%。我觉得还是要打对。那也很不错啊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没有人喜欢了不起的9%吗？没有，我很喜欢。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这么。对，我也是比较好奇。对，其实因为一开始有另外一个歌嘛，后来因为根据我们后来又改了词啊什么，所以最后我们改成了这个。我喜欢是爱你，抱歉。然后还有 Good Thing， 对 ，Good Thing 也很好。我特别喜欢创新者，创新者是我们主打歌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的节奏感特别强，渲染力特别的棒，觉得是我内心中的One Peak 是。我的话呢，我是这样，然后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 I Need Doctor。想还是我们 Nice 还是想对支持我的 Nice 们，我们的 Nice 们去讲。这一次离出道之后隔了蛮久的，让大家不好意思期待久等，但是呢慢工出细活，这一次呢我们的专辑融合了我们九个人的这个结晶啊，算是爱的结晶，那就是给你们，那希望你们可以去欣赏，然后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新专辑 To the Nice。 对，好，